我喷到的话，我特意订的一杯酒送哦。就是他亲自给你的。全部人的现钱，我看到胡老板送的。我是觉得我听到关门声，不要去想太多，早就走上了，吃都飘了。现钱了，势必到命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应该是应该，所以那个嘛，就是仔细。不过呢。 我可以再问你好吧？你觉得我可以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们都听懂对方要说的吗？听懂了呀。听懂了。因为我们词儿啊，这肯定能听得懂。接着。谢谢。要不我帮你换吧，我把那个。我想这个吗？拿着。哈哈哈哈哈。给我什么？